那你另外赶紧去办法，去处理王雅婷。哦，我要去办法处理。喂，走路无咧看是唔？你才无咧看，一条路遐尔看，你有法度行到外国去找啊？ 是你的平衡感无好，还是伤大苦，走路袂济啊？你什么？若要有人呛声，大家讲互恁转。若是想要知影讲安那骂人，我是感觉讲哦，规气急点点，较袂浪费大家的时间。乡较边仔嘞，莫挡我路。甲阮太太有事嘞。Say sorry。阿瑞，你去死嘞啦！你这个狗男女。 一个是靠世出来有钱，拢咧霸占人的感情；一个是专门咧弄查某人的脚胖，想要贪图荣华富贵。柯耀宗这么小查某囝的人，莫甲恁赶出去，啊无恁即马是咧外劳啊？啊？你到底是谁？刚刚你就是走街胡林曾正飞，传说中商场的武则天。巧。 点个即马才认出来，讲，搞外面记个清楚，以后路头看到我，家己先去落尾。我无遐个灵光，但别咧开嘴就好恁。要闪家己去闪，生理若只有左脚咧做，趁钱的人若只有领，有什么好嚣张的？你摸我清楚哦，今仔日弄着人无回事的人是你，先开嘴骂人的嘛是你。我无甲你骂两句，你怎啊当作我是软骹型？ 开小平，卖可惜你有钱，你就会当飞天，会当种地，有钱毋是你瓜家的权利。目睭白虎金乌林，怎乌满遐尔白目？啊若无，你还袂掠人出去，你就先拄着鬼。哎，跟我回去嘞。今仔日生理好运，有人夫人伫咧等我。你若是有啥物话来餐厅再佫讲。 你若是有才调，你的面头前搞本子上，我会哪甲你拍婆啊？哪听你骂？曹凤刚今天这拍到底，哦，人你拢去互伊骗啊！啊，即马曹凤才拄甲少强做伙，伊当然叫做啾啾啾啾啾小鸟依人。哎，啊，毋过甜蜜期一过哦，伊就变大鸟姐姐好爸母啊！想变好爸母。 阿姨，真久无看。早早个想较紧。周夫人啊，啊你到位，那无先甲我讲哈，我嘛较好带囡仔落去接你。唔免啦，咱实在遮尔久啊，那都是客气。我甲你介绍者，这位是志成的太太雅慧。周夫人你好。看起来足乖呢。坐啦，坐啦。<笑> 啊，你毋是也该人，你来坐咧遐。嘉玲啊，厝内人感情拢真好啦。啊，虽然伊甲小凤离婚，我嘛是甲伊当做查某孙咧疼啦。啊，甲咱大家做伙食饭袂要紧啦，吼。伊若是食落，当然是袂要紧啦。哇，想袂到讲老夫人遮尔啊，惜你哦，我拢毋知影你爬你遮好呢。 做人哦，只要会当互探听，事情愈卖出头天啦。啊，毋过这款所在，伫恁祖家就足难了。我看你吼、哦，头家去弄着了吼，个性拢变啦，讲话拢无大无细吼。可能是受着你的影响啦。啊，自从我头家弄着以后，我规个人袂输，得着你的真传呢。啊，跳舞唱歌真内行，骂人吼嘛写写叫。我想啦。 应该较较早，互恁玫瑰有阴影，才会安尼啦。阿嬷，阿阮阿姨私底下讲话，秘书机关枪的，你应该知哈。来，我这个人吼、哦，伊互拢真讲道理啦。人若对我好，我就对伊好；人若甲我五四三，我嘛袂甲伊啰嗦。机关枪摕起来都直接甲扫啊，应该是顾忘扫，没关系吼、哦。
周慧，嘉玲是咧甲你讲耍笑，你莫放伫心内。伊的话吼，我嘛是听听的尔。我若放伫心肝内哦，万不离心脏病若发作，我要找谁讨啊？阿妈，我来。对。妈。阿不离妈。你两个那比我较晚啦。志成甲少强，你两个拢大汉啦呢，久无看诶，娶某诶娶某，啊无娶某诶，嘛准备要娶哦。周林，我甲曹凤才拄交往尔，偷偷来啦。啊，人拢到啊，雅慧，你去厨房出菜。哎，等下，少峰无要来。少峰咧无闲啦，伊最近吼较无参加业界活动啦。哦，应该毋是因为我被家己当处长诶委婉掉，所以无愿意来。少峰有闲过去啦，应该面对诶。你绝对袂相骗。我是感觉讲吼，阮左家甲右家就较早在生理上都拢互相咧投资，即就表示讲咱两家之间吼有一份信任嘛，对不？是啦。你讲我哪想都想无呢？谁那一定爱有少峰做当处长啊？那是论血缘吼，伊嘛无正统；我那是要论人品，伊阁无及格；那是要论能力。凊彩坐坐比较优秀的吼，迄嘛无困难啊。谁那你一定都爱回坐迄个位啊？这是大家投票的结果，我必须要尊重。安尼，阮祖家嘛是大业饭店的股东，你嘛应该尊重我。明仔讲吼，我对这个结果就无满意的，谁那袂让我召开临时董事会，搁定算啦。当处长换来换去吼，对经营啊无任何的帮助。甲来予外人看笑话啦！啊，既然少峰有心来做董事长，总是爱回一个机会，到时阵看成绩再来做决定嘛，袂慢。也毋过，我无想要予人品无好的人来管理大业饭店，我无想要带。而且少强甲阮阿峰即马当咧交往，咱应该无需要为着这小可代志，要甲大家无欢喜嘛。而且这個、少峰也毋是恁家家己呐。你哪会这么威风呀？周夫人，不管今日是不是少峰做当处长啦，我拢希望哦，给予伊一寡时间证明伊的能力啦。拄则你讲，咱两边有基本的信任，啊，尊重投票的结果嘛是信任的一部分啦。啊，咱大家吼拢是老朋友，有代志用个参详啊，若是卡袂着，都爱开会表决，真乃有啥物信任通讲？安尼，老夫人，你感觉安那做较好？今日吼，大家来吃饭吼，是联络感情啦。在饭桌顶吼，莫讲公事啦。妈，会当上菜吧？我来联络厨房。哎，等下。看卖啊嘞，咱雅慧脚手遮紧，你少学一下。看人做啥，你就做啥；袂晓的，你就爱问。革命到时阵吼，输我家己的东西啊！安尼妈妈做无面子的。妈，啊雅慧是雅慧，我是我，我应该做啥，我家己会知影啦。啊，你即马提醒我说，伤早啦。我到少强，嘛才拄交往尔。啊，你两个拢无少年啊呢？若是有互相有意爱，就紧来顶来啊，对无，老夫人？你即马看到阮阿姨有偌欠卡？我较早就是弄安尼，互伊糟蹋的。你即马自由了，我自由啊！我少强要了了去啊，你家己哦，莫去说伊。王威只有一个，就是我这。哦，阿夫人，我怪大家讲你生意场的昨天啦，我这气势真正够赞赞。若要叫我徛台，我是有条件哦。我刚才一个要求，就是袂当找迄个张嘉玲来代言少强的产品，安尼有简单了吗？若是要找到一个比张嘉玲更加少年、更加水的，应该是真多吧？敢不一定爱伊。还是讲，你要有全台湾所有的苏醒露，会因为张嘉玲来买恁的衫裤？哇！啊，你全台湾苏醒露才偌济人？这市场够大。
张嘉玲是阮左家的私生女，连狗看到伊吼，都扮大甲肥啦。啊，恁若是甲我的相片、甲伊的相片看做伙，这对我来讲根本就是侮辱。我无可能互人看我的笑话。阿姨，这真简单啊！网页排版的时阵，咱卖看做伙；啊，造势活动，咱嘛卖同一个时间上台。安尼，大家拢是咧替少强斗三工，唔就好啊。我面皮是无你遐厚啦。啊，啊，若是叫你甲咧叶少峰甲雪莉共台，你袂无？阮阁真正有共台过呢，我阁唱外婆的澎湖湾给因听的。哇，你有当去唱给你妈妈听无？阿姨，这是夜家，不是早家，你讲话无需要遐尼险啦。苏心路这个事实，不管你伫什么所在，这是永远无法度改变的。啊，而是你身为前顶官，妈妈迄个位置是写我的名，我应该无遮衰吧？不哩，大家拢想要甲少强斗相共，无想为了这小块代志，闹了无欢喜嘛？阮真爱就希望你会当替阮宝仪代言呢，啊那无，你当去搁甲嘲讽参详看卖嘛？雅慧啊，你那边可肯吼，都点点。我今日是看在少强还佮阮阿虎的面子，才来才甲恁参详的。结果恁竟然为着一个苏心路叫我替娘，佮讲什么伊是家人哦？哇，啊你敢有想过，以后伊两个若是结婚，阮佮恁嘛是家人呢？嗯？夫人，夫人，啊，雅慧哦，嘛是希望讲会当想到一个哦，哦，代志会当圆满解决啊。代志若是勉强，都无可能会圆满。雅慧唔知影讲哦，什么人会当得势，什么人袂当得势，这就应该尴尬。啊，那会颠倒咧为何？嗯？阿妈拢讲家和万事兴，我嘛是希望万事以和为贵。所以你即马讲我是咧破坏气氛，害恁要家失和？哇！周夫人，阿芳唔是请你来参详代言冰封衣的代志，阿奶讲到大细声哈。哎呦，就是参详了无多好，唔知会变干呢。我是跟你讲，讲要请我代言的呢，要唔讲吼，我讲啊都无张嘉玲，啊结果咧，因竟然吼无和张嘉玲出局。啊，雅慧阁想要变强化，我唔知道是不是因哦看我好欺负，啊，这只少年啊做生意拢安尼啊。是的啦，是我无把囡仔教好好啦。少强，妈，周夫人愿意支持恁少年人创业是好事，啊，不过袂当因为你甲阿凤的关系就变强周夫人。恁再阁想看卖，看要安怎做，唔通不甲人无欢喜。雅慧，你嘛听着啊哈？我知影。周夫人，歹势哦。代志若讲开就好啦。嘉玲的个性吼是较爱讲耍笑啦，啊有当时啊吼你听听就好啦，唔免听入心啦。啊，咱做时段吼，若拢要甲做时势计较，安尼日子也真歹过啦。嘉玲吼，可能离开阮做家辛苦啦，未记你讲吼，我这个人是不爱讲耍笑的。老夫人，你再给提醒一下，你若要跟少强来往，要给他精神，你一定要看好，爱让头家妈听你的心，才袂有迄个张嘉玲爬到你的头壳顶去。妈，你放心啦，阿妈讲我听迄个张嘉玲，迄个苏心如不是我的对手啦，伊调我调袂当。一个张嘉玲，你当然会当卖看在眼内啊。也不过，若是搁加上迄个王雅慧，你就袂当无势哩啊！你想看卖嘞？迄个王雅慧是护理师出身的，竟然有法度和老夫人将少强公司的小拢给伊换，我感觉这个人无遐尼简单。